无法访问此网站。您所在的地区不提供服务，请升级到 Plus 账户。哎，我只想用个 ChatGPT， 怎么就那么难呢？好在始终有那么一些无私默默奉献的人，能让我们看到一丝曙光。这是一个在 GitHub 上的项目，它分门别类帮我们汇总了大量 ChatGPT 的资源，没有限制的，需要 API 的，免费的，付费的，太棒了！向这些志愿者们致敬。先试试第一个吧，这个标志我能看懂。再试试第二个，也选个有这个标记的。好啦，你一定等急了吧？这个项目的网址是 如果有其他 ChatGPT 资源的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让我们一同进入人工智能时代。